你们这些网络上叫我老婆的，还有一些要跟我去领证的，我只想跟你们说，你们能不能真的拿出一点实际行动来？女足门将赵丽娜也被父亲催婚，在线喊话网友叫我老婆的，拿出点实际行动来。赵丽娜来自上海，身高1.88米，号称中国女足最美门将，也是中国女足现役颜值担当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女足明星，面对记者谈到压力时，却笑称买不起上海的房子，还没有男朋友哦。赵丽娜曾多次入选国家队，每次征战亚洲杯都有着不错的表现。2022年，赵丽娜离开女足3年后，重回队伍，并夺得亚洲杯冠军。夺冠之后，老父亲接受采访时，虽然难掩喜悦之情，也不忘在线催婚女儿。结果父亲这段采访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全网都知道了赵丽娜还单身。网友们纷纷在线表白的同时，搞得赵丽娜也很无奈。其实赵丽娜早前接受采访时就曾透露过自己的择偶标准，喜欢音乐的她更希望另一半是一名吉他手。之前看过你的采访，说想找一个吉他手来做一个男朋友，现在这个想法有没有变化？没有变化，这是我一直的梦想。不知看到这里还有多少网友 hold 住这位最美女足门将呢？